现在呢，小哈利就是我们的摄影师啦。是的。那两位 ，Nikita， 子之是 Nikita 的助理吗？还是宣传？还是两位要一起？好，一起 PK。那你们先攻好了，好不好？好，来，有请。请甜心时间，只要有心，人人都可变甜心。Here we go！ 哦，哇！这还得了？旋转呢？哎呦，旋转！好辣哦！小李，你要拍了，你要拍，你要拍到！哎呦！哎，深藏不露，这厉害了！哦哦哦！好会！哇！小李，要换个角度，小哈利，好厉害！你要不要换拍他这边，换个角度？完全无视于小哈利，你要拍他！对啊！天哪！好，好，谢谢，谢谢子之，子之，我们今天的酬劳都要给你了，谢谢。子之你好，好，啊，还有你 Kita， 你扛错的部分，希望你好好做好，加油 ，OK， 解决，欢迎，欢迎 Nikita 的谢经验泡澡 ，Here we go， 解决也要泡澡喽，哇，这个头发是厉害的，真的。哇哦！你们这样拼人家，这太过分了。你们真的是用不着这样对来宾吧？对啊。哇！你真的不想输哎。啊！起不来球啊！我的天哪！你看看，音乐都跳针了。对呀。哎呦！谢谢。Nikita， 接下来 Kiki 同学 ，Kiki， 我不是在拍照的吗？哦，对，拍照就好，不用像他们，他们是奇怪。对，你有你自己的风格，做一些，因为我们有录影的过程啊，对，好不好？所以难免会带点动作。有请，开始。哇哇哇！赢了，拍照赢了吧？我的妈呀，铁赢了，赢翻了啊！哦，真的超像陈妍希的。笑得太灿烂，太美了！谢谢，不要停，谢谢。问一下米琴，你觉得谁摆的比较好？Nikita 吗？你的。哦，哎呦，不错，你看看，至少我们大学生有得到一票啦。真的。问一下男大生的，男大生的部分，哎，自己这样，小阿里你自己觉得怎么样？三个人拍起来的感觉？我觉得他比较好 ，Kiki， 对，对，因为只有他面对我，对。这个摄影师，对，就是 model 的眼睛里面只有这位摄影师，你就是我的全世界，哇，你就是 my chocolate， 爱死他，对，所以这个是一个尊重，对不对？哈，基本尊重要有。好，不错不错，已经会教训其他女大生了。好，也谢谢两位女大生啊，谢谢查理，谢谢 Kiki。好的，接下来第二位正妹呢，是国防部落镇不住的正妹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VCR。人气正妹选璇初次爆文，就是因为一条国防部让她在网络世界获得极大的回响。以下就是网友们的留言：这样的美女，如果连国防部都追，真的管太严了，太犯规了。她跟曾凯旋是什么关系？两腿修长，重点是清纯。我恋爱了。如此疯狂的推文，就连 Z 九神龙都强力推荐。究竟传说中的国防部正妹有多强大呢？马上来揭晓喽！好，究竟这位正妹是不是真的像网络一样这么的神呢？一起欢迎我们的萱萱，萱萱欢迎你！欢迎萱萱，世新大学，身高167公分，45公斤。第二位性感清新的女孩选璇，本人身材这样的火辣，难怪连国防部遮都遮不住了。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好吗？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选璇。选璇，大家想去她那边推什么样的文呢？对啊，请问大家来写一两句，希望能够吸引到我们选璇的注意哦。是的。阿莲，你要说？对啊，像我这个就很有礼貌，首先我跟他 say sorry， 我昨晚真是抱歉。放心，我会负责，因为他那边他笑了，他很过分。你看，会觉得他是个变态，这种会吗？会觉得有点变态，可还蛮好笑。对啊，你看耶！我跟你讲，刚刚不止他笑了，连米琴都笑了。真的，米琴这样真的会没有？就觉得你很可爱吗？还是就可能啊，他好像有病。爆红让你造成困扰吗？
困扰，就是同学很常求我，就是那时候刚被审出来是在什么加藤鹰里面。啊？是什么？什么？就一个 Facebook， 然后我男朋友的他朋友就说：“哎，你马子被审进去那个加藤鹰。”我说：“加藤鹰是什么？”然后就前后就是都会 po 那种身材很好的女生，然后就我是这张被 po 上，就是觉得会不会跟人家不一样？好酷哦，你拉风耶！对啊，听说粉丝团人气也暴增。也没有粉丝团啊，只是追踪人数有变比较多，本来说有6000多，快要破10000了。哇！那私讯，对，私讯给你都会让你讲什么话让你困扰吗？对，其他的那个私讯我都不太敢看，因为之前有看到一个是包养的，是这个吗？哦，想要包养你？对，不好意思打扰你了，看你照片很可爱，也蛮舒服的，所以想要问你。有没有考虑包养的关系？一个月最多陪我6天，我会给你8到10万。好详细，讲的好细，他讲超详细。这其实这个价码不是很满意。什么态度？就觉得很害怕。他没有大头贴，我看不到他长怎样。没有啦，所以要看他长怎么样。不是啦，我有男朋友，怎么可能？那男朋友会很生气，说有人这样子。没有，他很高兴哎。那时候我被抛在家庭，我还想。男朋友就说：哈哈，我每个月省8万到10万。哎，正面积极的。那除了这些，还有王乡民的什么话会让你在意？就是他们那时候那张照片 po 出来，就有下面回说什么无法目测胸围这张，然后觉得很重要吗？胸围很重要吗？你问他们胸围重不重要？对呀，哎，重要，好像包袱。怎样？哎，哪一位？包奕，你说说看。哦，这个实在是太重要了。哇塞！对，我跟你讲，男生就是一定要看，就是看女生所有的样子，就是看她的身材，对，她的身围怎样如何是好，就是眼睛看。对，你要不要看一下上面女生的眼神？对呀，全部都是对你不太友善。这一只他抓狂了。啊，麻烦问一下贤贤，你喜欢什么样类型的男生呢？我以前还蛮喜欢坏坏的男生。哦，就是像那偶像剧不对演说男生一直欺负女生，可是女主角遇难的时候，然后又还救他。对，哦，好，所以对你凶，但是。当你真的需要帮助的时候，他是第一个冲过来的，对对对，感动啊，那就很开心。我们今天这個现场男大生有几位会来现场耍坏一下，耍一点小坏坏，是看看。刚刚有哪几位？这也太……钱呐，金雅，他不给我配合这样配合你哦。哎，你们男大生感情很好哎，好感人哦。哎，你很坏耶，坏，可以这样子，有互管好不好？哎，金雅这种的有吸引到你吗？许权这种有点还蛮帅的。啊，中了，金雅居然中了。但金雅可以坐下吗？谢谢。